这病能治吗？输卵管堵塞，治不了了。万一是大夫弄错了呢？找市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看，错不了。我陪芝芝去的，这个专家可有名了，要是没关系，连号都挂不上。哎，妈，没事吧？那我缓。 这招还挺管用的啊！我现在有点担心，怕我妈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，再把老毛病给记住了。我觉得妈最多也就有点失望，我们多关心关心她，让以为多陪陪她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 我认定我，我扶你，我扶你，没事，都没事，车在那，车在那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扶你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咱们都慢点啊！郭总，实不相瞒，明天要面试的那个陈先生是我男朋友。真的？他真的特别特别优秀，不然我也谈不上他。这话。 倒是真的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能齁得住你这样的男人，他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啊！您有他的话，绝对不会亏待他的。我得谢谢你，给我输送了一个人才，你放心，到公司我绝对不会亏待他的。太谢了，哎，我们之间就别客气了啊！没跟您客气，太好了。还行，妹子，您放心啊，我替你管好他。谢谢大哥。不说了，走了啊，走了啊，当心一点啊，走。哎。 喝点蜂蜜水解酒，搞定了。